地众生皆有灵性，都能开悟成道，增觉倾听，那是平静的恒河传来的慈音，世事无念踏遍两岸，为了开启众生灵性，聆听那是2500年以来的梵音，觉应绵延，此音遍布无数众生，法喜充满，是一代又一代的注视，是一群又一群的深切，历经艰辛不畏生死，攀过高山，走过沙漠，是一代又一代的注视，是一群又一群的深潜，历经艰辛不畏生死，攀过高山，走过沙漠，心中重重障碍，再次倦